我给大家看到，把你体内的热气、细菌，然后全部都排光光。脚是人的第二个心脏，我们脚呢承受了我们人体30倍的这个重量，所以这双袜子呢，它的织法非常的特别。你会发现到这个地方的灯比较亮，对，然后这个地方它是有个深浅的变化的。是，这个 NASA 不是可以随便绣上去的，不能随便绣的，要官方认证的哦。没错，我们太空人在火箭上最重要的就是要吸附压力，它底下这边有一个格状的地方，一共有66个气压垫在里头，所以当你穿上它的时候，就感觉有66个按摩的气垫在按摩你的脚，吸收你脚的体重跟压力。走的时候，你就像脚底有cushion一样，所以穿上来你会有漫步在云端的感觉。新一代的石墨烯里面还有加了锗。它会释放负离子，达到一个消臭的功能。如果说你的脚走了一天，有没有？我给大家看到，把你体内的热气、细菌，然后全部都排光光。我个人是拇指外翻第四期，所以我其实很难买袜子。然后我刚刚穿上就觉得它很透气，之外拇指外翻的地方觉得很舒服。我刚刚这样走，舒服吗？舒服。拇指外翻的救星，我非常想要买耶。